你学会了吗？小轩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在家好好写作业，不准玩游戏。好的，爸爸，那我走了。瞧我这记性，手机忘了拿了，我去拿一下手机。不准玩游戏啊！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按照老爸的习惯，下午三点到五点会去找朋友斗地主，这段时间我玩游戏足够了。完了，老爸提前回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喂，班长，这道大题怎么解呢？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那先挂了啊。还在写，表现不错。小时候父母是这样安慰你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不哭不哭啊！我已经打他了，不哭不哭。我不哭，你个大头鬼啊！我不哭。你就这样打一下有用吗？要按住鼠标左键，或者你按鼠标右键也行。什么叫不哭？这样才叫不哭。睡觉前，去上个厕所吧。哎呀，不用去，不用去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睡觉。在床上躺一分钟后，我憋不住了。我发语音，哥们儿，帮我把钥匙拿过来，谢谢啊。我爸发语音，哎，喂喂，在吗？轩轩，在吗？在吗？那个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慢玩。那个，就是嘛呢？我那个钥匙啊，就是你替我呀。什么是 YYDS？ 同学们，最近网上老有人说 YYDS，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老师 ，YYDS 是音乐大师的意思。嗯，不对不对，是永远单身的意思。啊、你们可真没文化 ！YYDS 就是硬硬的死。哎呦我的妈！菜鸟大咸鱼。Hello，、啊、打劫！你怎么又来打劫我了？没办法，小巫术我都打劫二十多期了，都没成功。我看你好欺负，我就打劫你。呵呵，我看起来就那么好欺负吗？废话少说，把钻石交出来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九色龙九子，哼，还会通灵术？哼，怕了吧？把钻石交出来。看我的！卡给本心了，几次？啊，你怎么会忍术？兄弟们上！神を感じろ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还好刚才下雨了。理发前。哎，我又要去变帅了，小心你们的女朋友。理发后、啊、睡觉时吵到兄弟后他的反应。木木，这也没有钻石矿啊，那你去前面那个矿洞看一下。好嘞。木木，这也没有钻石矿啊，那你去前面那个矿洞看一下。好嘞。木木，这也没有钻石矿啊。那你去前面那个矿洞看一下。好嘞。哎，木木，这也没有钻石矿啊。那你去前面那个矿洞看一下。你们班有没有这种人？咱们以后每天作业就做这本练习册了啊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老师，你没收答案。他咋这么欠呢？哦，对，来，大家把后面的答案撕下来啊。木鱼，你来收一下。就他张嘴了，老师都忘了，他还提醒一下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因为你收的时候我偷摸不交，这么多老师发现不了。老师，要不每个人把名写上吧，方便统计。他咋就这么欠呢？同学们，最近网上老有人说 YYDS，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
老师 ，YYDS 是音乐大师的意思。嗯，不对不对，是永远单身的意思。啊，你们可真没文化。YYDS 就是硬硬的屎。哎呦我的妈！当三哥上厕所时，一天不整理，我浑身难受啊。啊，洗澡调水温的你，莫府的耐久。嗯，咋又没吃酒啊？我再去做一把。嘿嘿，哎，又可以砍树了。咋又没吃酒啊？我再去做一把。嘿嘿，哎，又可以砍树了。咋又没吃酒啊？我再去做一把。嘿嘿。咦，人类。嗯，好鲜的蜂蜜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蜜蜂，馈赠你的头，把蜜还给我。行了。默默，这也没有钻石矿啊。那你去前面那个矿洞看一下。好嘞。睡觉时吵到兄弟后，他的反应。我发语音，哥们儿，帮我把钥匙拿过来，谢谢啊。我爸发语音，哎，喂喂，在吗？轩轩，在吗？在吗？那个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慢玩。那个，就是嘛呢？我那个钥匙啊，就是你替我呀。理发前，哎。我又要去变帅了，小心你们的女朋友。理发后，男孩和女孩叫爸爸起床的区别。爸爸起床了，快起床！哼，用这么可爱的方式才叫不醒爸爸呢！快给我起来！奥利给！哎呦我的妈！到底谁给谁跳舞？我叫了，给校长孔雀舞，爷爷吃，连成一句话。校长爷爷给我跳了这孔雀舞。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我爷爷给校长跳了这孔雀舞。爷爷怎么不揍你呢？校长给爷爷我跳了这孔雀舞。为什么作业没写？为什么作业没写？因为我头痛。为什么头痛？因为我作业没写。为什么作业没写？因为我头痛。为什么头痛？因为我作业没写。为什么作业没写？因为我头痛。为什么头痛？因为我作业没写。为什么作业没写？因为我头痛。为什么头痛？因为我作业。当三哥上厕所时，一天不整理，我浑身难受啊！洗澡调水温的你。Hello，妹妹落家了。
哥哥，哥哥，快起来，我上学要迟到了。快点快点，你上学要迟到了。我妹妹落家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妹妹落家。